狼殿下未播先火，肖战满脸胡渣依旧帅气，深情守护女主。今年最火的古装剧应该非《陈情令》莫属了。像这种仙侠题材的电视剧，向来就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喜欢，比如前两年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还有香蜜沉沉烬如霜等等，都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。最近不少人又转向肖战的另一部古装剧，这是一部古装爱情剧，由李沁、王大陆、肖战主演，高颜值阵容也算是未播先火了。肖战在这部剧中饰演男二吉冲，是一位晋国王世子，也是有情有义的赏金猎人，性格桀骜不驯的公子。肖战古装尽显张扬洒脱，相较于《陈情令》的魏无羡，有些地方还是很相似的。肖战饰演的吉冲在剧中还和李沁一起看雪，化身桀骜少年的肖战，是不是狂撩女主李沁，让很多粉丝直呼羡慕。